沿兩道的行山路聯歡聚餐晚又舉行了。這個就是今晚的餐單，右手邊的兩煎就有燒生送出來，跟著那四煎就是教授送出來，左手邊四煎就是曾送出來。原來還有兩煎是魔術師送來出來，這裡就是一個頭獎兩個二獎，其他就很多三獎。這個泥獎就是李太送出來，未夠六點半的已經坐了差不多三圍人了。個個不是白吃的，要給錢的。好了，第一台都差不多齊人了。還有七個都沒來。就玩一些小考一些魔術嘅遊戲，上次啲蛙啲咧就真係神奇，唔適宜太耐嘅，佢就一開始。有兩種顏色，咁我咧就會希望估到邊一個抽咩色，預言嗰啲嘅預言。咁咧呢個咧就有。想不到的，五個利是方，咁麻煩。喺入面嘅。哦，預言哇！咁啊，有預言啦，你唔中啦，頭先我擺咗有五個籌碼擺落去啊，咁依家係一號咯。一號。收先，大。哦。少講多一萬。哦，十萬。十萬。黃色。你點解中咗你啊？黃色。好，
我哋大家都好
好開心，好合作，好開心，大家合作就好，全靠大雞仔喺度，好幫手嚇。邊個雞仔啊？嚇你啦，你嚟啦，呢個阿老師做幕後。係啊，你講嘢，你幕後，多謝曬，啊，多謝曬，多謝各位，啊，係，各位大家好，咁啊喺呢度咧，代表各位啊，多謝阿張生咧，係，幫埋咁好嘅美食，加住有同意，係，搞咁多節目啦，咁啊，對大家都好開心，咁啊。好好彩，佢今次咧就使個團去翻一度假喎。嗱，佢話顯示，都大家都喺而家恭喜佢啦，好唔好？好。咁我哋有機會咧，再跟阿張生再聚一次。好。好。你有5、6、7、8、9、10哎，你出马的时候啦！我的对不对
晚會圓滿結束啦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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